Game M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食人大 A 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从这个爱啪啪榜单上面呢，找了一款限免的游戏，叫做 LYB 啊，就是老音逼。那你说这个词什么意思 ？Love you to beats。Beats 不是沙滩吗？那个是 beach。Beach 不是婊子吗？婊子是 who。啊，好的，我们开始游戏。哎呦，今天这个画风啊比较可爱，而且我们也脱离了单身狗的设定，化身为恋爱中的人儿，还有什么表白呀、啊、送花什么的，非常的幸福，我都可以透着屏幕哈，感受到那股酸臭的味道。虽然有敌人的袭击，但是我相信爱情的力量是伟大。我女朋友炸了，果然还是逃脱不了单身狗的命运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再造一个就是了。他不是死宅吗？再造一个不就好了吗？好的啊，来到第一关啊，前面有一只巨大的史莱姆，里面还有两只蛔虫，还有我女朋友的，这哪一块？胸啊，有我女朋友的平胸。那我们就上吧。哎呀，看来不行呀，我这一靠近啊，他就给我虎躯一震。梯子上有一个工具箱，里面有一个撬棍，这还不能直接跳下去啊，很影响我的进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到下水道，左面似乎有一个东西吧。哎我去，这是小红帽，这他妈是超级玛丽好吗？你家小红帽在下水道里面呀？啊，小红帽应该是只会下海是吧？啊，那可能都是生活所迫吧。好的，玛丽叔叔啊，手上有着我们的啊，我女朋友的项链，不救了啊，肯定是劈腿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。通风管里面有一个洋娃娃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我先拿走了。我们成功的绕后，很明显呐、啊，这是要用这个水管搞点事情啊，应该是喷它 Q， 喷它 Q， 你神经病啊你！不过这个水量也太小了吧啊！哎我去，这是一根放荡不羁的水管呀，这应该不是先放水啊，应该是先插进去。嗯，这个男主仿佛是很熟悉这个套路嘛啊！啊，随着史莱姆注满了水，女朋友的胸涌出来了。好的，最关键的部分拿到了，是不是可以结束了？啊，对哈，光有胸不行啊，没有下半身呢。皮皮虾，我们走。这星球会不会太小了？跑一圈不到一分钟，好吧。但是我已经发现了零件在一个杜雷大叔的手上面，他想要一个雪人，没得问题呀、啊！啊，但是他手里的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这么纯洁的节目能播这个吗？这就是个零件，你别多想啊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在意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旁边的围巾这个还够不到，那只能先拿其他的了。大叔，你能借我扫把使使吗？哦，大叔，那这样呢？哎我去，你看给你懒的。好的，优秀。哎，他这个扫把是放哪儿了？哎我天，好奇怪呀。好，接下来啊，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万有引力，看到没？嘿嘿，好的，把这个伞也收了。然后这应该是胖版的路飞吧，这雨是跟他走吗？啊，我们把这个胖飞的草帽拿走，先给雪人戴个帽子。围巾呢你可以用扫把轻松得到。我们沿着小星球，我们拿到了树枝跟胡萝卜。这胡萝卜是不是用来表示性别的？不是，是用来表示嗅觉的。哦，没关系，这个大叔喜欢就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啊，拿到了我们的女朋友的另外一个零件。不是，我女朋友是一个大屌萌妹啊。萌你妹啊，那个是，就是，下一关快点了。为了追寻真相，我们到了一个公园。大哥哥，可以给我一个气球吗？哎呦，大哥哥，你脾气不小呀。算了，我到处走走吧。来到了一个什么儿童公园，哎呦，有什么滑梯什么之类的，真是幼稚。骑大马了，你看我。突然想让我的下体和斜坡物体做一下摩擦运动。你给我说人话。我要去打滑梯。哎我去，我们就不跟你这个胖虎计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换个地方上。哎。你再推我一下试试。哎，我这脾气我忍不了了啊。骑大马了，你看我。让我们找一找啊，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整一下这个胖虎。一个红色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还有一个裙子。这个红色的可以放在跷跷板上面，看来是个球啊，没气儿了，我们去充个气吧。楼上的胖虎，听着，你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，马上给我滚下来，不然我这……好吧，我这个脾气呢，我就骑大马了，你看我。方向就位，目标确认，弹药装填完毕，请指示，发射。幼稚。哎，这个鸟好烦呀，能不能抓它？我用滑梯绕过去好了，静悄悄的，一步两步，然后一把抓住，收进口袋。哈哈，果然是用这个大嘴穴呀，把这个气球扎爆。这鸟一次性的呀，用完就飞了呀。这个小屁孩被我欺负哭了，找隔壁的王叔叔要抱抱去了。王叔叔那个怜爱的眼神啊，我的天，不是我说。你给我快点继续。好的，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乘风起伏要直上九万里。哎，
我的梦想就这么点高度。哎呦呦呦，梦想的道路果然是坎坷的啊，还摔了一跤。好的，收集女朋友啊，任重而道远。下集让我们继续保持单身。爆好 S 的游戏每月8号、22号更新。我是游戏诗人大 A， 更多好玩内容，扫我呀，扫我呀，扫我呀。